做了，做好像比较顺一点。秀秀负责 Q D 吗？他直接就更新了，他直接更新了，直接更新了，太猛了吧，秀秀！秀秀很厉害，绝知道，错啊，秀秀，秀秀是我的干爹。哎呀，啊那个嘞，玻璃瓶有没有人做啊？他就是叫臭臭的那位。有声怪砖呢，你有没有听到这边的声音？哎，我没有，没听到。好像在做玻璃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逛街啊。你为什么逛街？你为什么要逛街？因为逛街有机会找到好东西啊。有人有做这种砖头吗？没有啊。小雨不是在挖了吗？哦，小雨在烧。那玻璃瓶有没有人做啊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做，我帮你丢。那我做好。那我去逛街。我也去逛街，有啊，我们一起去逛。你这讲话好慢哦。走喽，你又做了什么？砖头，砖头被做了啦。自己的羊也太多了呀，砖头怎么被做走啦？哎咻，哎咻。我做锄头干嘛？做锄头，锄头被做走了。玻璃瓶，哇！你做了什么？他做蘑菇汤啊！他晃一晃的，晃的晃到蘑菇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来耕地了。那我也觉得我要来去晃。看到有一个人坐船坐走了，快跑哦！跑起来呀！没道理，这个地图没有那个东西啊，怎么会没有那个东西？找不到是不是？我怎么可能没有跑步啊？哎呀，哈基，嗨，哎，你好，你在哪里？怎么没东西呀、啊？嗨，你不是在找这个陨月？这个陨月哪个陨月？这个陨月，他被抓走了！哇，不、哦，我才在打哎、欸。在打、啊哦、我真的觉得该跑图了。我觉得哇塞，要认真。然后那个地那个什么矿洞的那个挖到两个铁，就先拿就先出来找那个了。绝累了，对。哎、欸，真的陨月云的几率，搞不好真的会有哎、欸，好恐怖、哦。对啊，终于有80杯，终于要有人获胜。我找到蘑菇岛了。哇，可是被做走了，不是它好小一块、啊。哎呀，该不会霸凌杯要先出现第一名好？哎、欸、咻，获胜的队伍，这个好难哦。打波三，这样我们可以封陨月为霸凌教主。霸凌教主，反霸凌，反霸凌吧，被霸凌教主，反霸凌大使。真的耶。如何反霸凌呢？霸凌回去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哇，不太妙哦。不对哦。装吃肉吃不下去呀、啊！找不到啊！救命啊！好可怕！你是不是又找到了？我觉得你现在是轻轻松松就可以赢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在逛街呀、啊！我觉得你那个。语气很奇怪，逛街可以不要用左键，不要乱打东西。对啊，妈妈没有叫你不要乱打东西、乱摸东西。没有，爱护环境好吗？对啊，爱护，好好爱护环境。可是就想摸一下，你们不会想吗？穿女仆装好吗？对耶，我们可能会摸很多下啦。哇！啊，这比我更过分，是摸很多下。哎、欸，各位，哎呀，没有人要去捡蛋呢、啊嗯？没有，没有看到，看到啊，没看到蛋。我怕有人逛街就捡到蛋，然后不小心捡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刚好有蛋掉在地上啊！对呀、啊，哇，吓死人哦！绝类，绝类，绝类，绝类啊！不是，他讲完那一句，怎么有蛋掉在地上就吓死，吓死人，真的。没有鸡呀、啊。哎呀，村庄没东西啊，村庄鸡斗啊，
村庄有需要什么东西吗？村庄你如果有铁很多的话，可以做铁相关的东西。嗯，村庄没有，等下就直接拼铁的东西啊。没有啦，他搞不好根本就没有在逛街，他其实是在做东西，他已经在挖矿。我去看他的台，等我一下。就知道他是不是真逛街了？我真的在逛街。来 ，No No Life 点开，我的最爱追随音乐。他其实是你为什么在挖土啊？哇哇哇！想做什么？没有啊！你怎么偷看我挖土会害？我喜欢我追随的台嘛，看一下。哎，那个漏斗我做。在小鸡，你快下蛋，快点！我这边等四只鸡。好，我这边有三只，太多了。雨月难得声音变了，对啊，震惊了，你突然醒了哎、欸，太震惊了吗？因为刚刚苦力怕不想给我东西，我很难过。哇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烟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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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小鸡们下矿喽。我这手什么什么？我命令牌，命令牌，命令牌，命令牌！哇，都被拿走了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。哎呀，好吧，那我只好继续找东西。我也说，那我只好赢了，只好拿出手上的这个东西的。我只是刚刚没有把它捡起来啦。啊，早就做好了。嗯，哦，你教我鸡蛋怎么做啊？来，灰色染料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样子我很难过。然后我被卡住了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被卡在土里啊！你怎么在土里呀、啊？笑啊，一直在抽动啊，死去了！又是神鬼砖啊！啊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强啊？你怎么会找的、欸？不是、啊，你看到洞就钻嘛！我是没有一直钻啊，因为我很懒得挖一个洞啊。这边应该还有吧，只要我右下角的字幕跑出那个生鸡蛋的声音，我就可以往回头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左手拿着种子，然后后面四只鸡。对耶，来，然后就一回头发现你的鸡都不见了，真的不要。鸡怎么颜色变苦力怕的颜色了？哇哇！结果等了一整局，他那么都不生。哇，都是攻击，那就很悲伤。都是攻击，对啊，刚刚也是观众说我们的人都是攻击，都不会下蛋、哦，好吧？我无敌了，啊，你无敌了？怎么着？我左手拿小麦，右手拿萝卜，有两只动物在看我。我不动了。蒸鸡蛋有声音啊？会啊。紫色是什么跟什么啊？我忘记了。青金石加红色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白痴哦！走过来，快点！我想要听到清脆的，清脆的，啵啵。那个嘞，那个荧光绿是什么、啊？什么叫荧光？荧光绿，荧光绿，那不是荧光绿吗？哦，那浅绿色哦，浅绿色就仙人掌绿加。等一下，怎么说麦块会有荧光绿、啊？荧光粉加，荧光粉加浅绿色吧。我小时候看起来蛮亮的，不灵，全蛮荧光的。对啊，我又走到蓝冰地形了。哇，哎呀，刚刚没有哈，在上面被那个流毒射。哎呀！没有了，没被他射到，瞄到他一眼而已。我听到有人讲话，声音怪怪的。对啊，怎么怪怪的？你说影院吗？他要找到，他要找到。哦，影院哦，找到了。反霸凌模式要出来了，反霸凌啊！从你我做起啊！啊，受风了吗？哇！野鬼，野鬼，太神啦！失了一个角色吧。哎、欸，我们三届霸凌杯第一届有人那个、欸，真的，四届吗？四届啦，四届。
厉害厉害厉害，霸凌博士，霸凌博士。如果你们做铁轨，我还有郭府啊。对啊，哇，厉害，我先断铁。对啊，我是有在烧，我是铁太少，我铁也太少了，可惜了。感谢礼物，都是攻击，是不是要换下一个人啊？我们还有时间哦。B O 三，我操！我操！没有啦，没有，太累了吧？哇操！都攻击，你们死定了！通通把他们剪掉，去死吧你们！所以你们还在玩一次霸凌杯吗？对啊，雨月想要再接受一次挑战吗？换你们其他人的吧。没有，雨月吃啊，雨月叫不要，这样雨月雨月讲抽的顺序。对啊，不然换允月讲抽的顺序、啊。就允月你来指示抽、啊、抽谁先抽这样子。嗯，好。最好选红的就。大家都先红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这样允月吃、就是等到他自己那个位置不是吗？允月也可以选择自己先抽啊，叫、啊、他自己抽。允月你自己你安排我们怎么抽？你安排你最后抽、啊，他就故意他故意最后抽就好啦，因为你最后抽就好了吗？然后九九最后还出现，最后一直留着给你。最后是，那也太讨厌了吧！就是你该去签乐透了，命喽！感谢礼物，就是感谢捧花。啊，那就繁星抽喽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知道我下面那一个就往下抽了。照顺序。好耶！继续往下抽喽。我继续往下。哎，黄大继续往下抽喽。然后费 safe， 哎，小鸡，小鸡，小鸡，为什么小鸡怎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小鸡？他一直在这里，他还没长大，怎么还长大？太快！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下一位，反套就是你。不是吧？哎，哇！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哇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真的，真的没错。你要先抽还是杰克先？下一位。哇！中了啦！中了透了！签了透了，签了透了，签了！哇！我跟你讲，我这场不会动了，我这场不会动了。Round two， 那允月，你选一张地图了，你选那张地图，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哎！笑死了，我很难过。不是，这个几率真的太低了。而且其实前面都有给你说，哎，你确定你要最后吗？你要最后吗？啊，就真的就是了。我要去追随你的台。你是已经有追随了好吧？再让我多点两下嘛。哎、欸，你今天去抽卡啦，应该会抽到一大堆。我真的觉得你去抽一下。我好难过，没有什么好抽的。太神了！他可以报个号码吗？我想要去签。啊，等一下，你还没有报，还没选呢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！你这是跟谁打啦？白痴、喔！笑笑，我要打谁呀、啊？点上面，哎、欸，那个点上面回拉比冲。在重置，我都会坏掉了。等他全部跑完了，等他跑一下，我跑回来了。我以为影院已经点换队了，我很难过。哇，羞羞的。啊，我们选秀秀的战争，秀秀，你又在这边哎，嗨，对啊，我把枪给你，你可以，哦，要你枪自己了，这样也不错，可以这样，这样大家都在这里哎，对，这是抢东西，这样抢啊，哇，是吗？可是我要踢回去，我们踢回去，踢回去，踢回去，先制他，踢回去，踢回来了，有人不知道哇，雨月掉下去了，哎，这样一个的真的很难，打他，打他，打雨月，可以打雨月。打他！我被打死了啦！报名哎哎哎！哎，笑笑，你走在这里，笑笑，重来啦！笑笑，笑笑，开始的时候他会卡在那个更新地图那边。笑笑，你眼睛总是灰色的，笑笑。笑笑笑，好啦，笑笑被打死了。那就这一张啊，就这一张再来吧。不要玩他！哇！笑笑叫了，要玩笑笑。哦，这次要玩 COC 哦。嗯，我们这边还不错哎，什么都有。谁说？谁有山有水？我要走上右上角要找孙怪传哦。这每个都好难哦。老附魔书钓鱼，钓鱼啦，有两个这么难怎么玩啊？就有蛋哎，天啊！
哇，下面有僵尸，有僵尸，还香吗？好多僵尸哦！哇，等一下就消失了吧？多快啊！别啊啊啊！鸡鸡要死，鸡鸡要死，鸡鸡快 Q！ 多只啊！哇哇哇！苦力怕去找你了，太小了吧？阿鸡好可怜，阿鸡拜，又被僵尸杀了。你会扣血吗？不会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不见了。那你可以走、那個、走回来，让我们看、啊。不要，我不想下去，我不想下去。没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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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掉了，尽掉了。好啦，三木，三木哦。嗯。还、哎、有要挟我，要挟我，摔伤了。摔伤了，摔伤了，摔伤了。魔芋。摔伤了，墨鱼给你了，那个。啊！哇！结果那个树在你旁边啊，在我旁边啊，离你真近。